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职场达人》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职场搞笑秀，幽默是升职捷径；二、薪资翻倍计，巧用数据说话；三、社交魔术师，轻松玩转人际关系。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职场搞笑秀，幽默是升职捷径。各位同仁、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看似轻松，实则深奥的话题，在职场上，幽默感是否真的能成为你升职的捷径？首先，我们得承认，职场就像是一部复杂的多国联合制作的电视剧，有时候剧情紧张的让人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又无聊的让人想打瞌睡。在这样的环境下，幽默就像是一杯调制的恰到好处的咖啡，既能提神醒脑，又能让人心情愉悦。但是，幽默并不是随便一个冷笑话或者搞笑表情包就能解决的事情。 它更像是一种艺术，需要根据场合、时间、对象和文化背景来精心调配。一个成功的职场幽默家，必须是一个善于观察、敏感而又聪明的沟通高手。想象一下，当会议室里的气氛紧张到几乎能让空气凝固时，一个恰到好处的幽默点缀，可能就能化解尴尬，缓和气氛。比如，你可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讨论热,热烈到连火警都要响起来了。”这样的幽默既不会冒犯任何人，又能让人会心一笑。 缓解紧张情绪。然而，幽默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不当，不仅不能助你一臂之力，反而会成为职场上的绊脚石。比如，在讨论严肃话题或者面对上级时，过度的玩笑或不恰当的幽默，可能会让人觉得你不够专业或不尊重人。所以，如果你想用幽默来铺就升职之路，你需要做的不仅仅是收集笑话和趣闻，更重要的是学会读懂环境，掌握时机，了解同事的喜好和底线。幽默感的培养。 其实是一种社交技巧和情商的体现。有趣的是，幽默在职场上的作用有时候还真的能出人意料。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同事在演讲比赛中因为紧张忘记了稿子，他干脆就地取材，用自嘲的方式说：“看来我今天是来参加无稿演讲挑战赛的。”结果，他的幽默和机智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还意外的拿到了比赛的第一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能通过幽默一路顺风顺水。幽默是一种天赋。 也是一种技能，需要不断磨练和实践。但是，如果你能够掌握这门艺术，那么在职场上，它确实能成为你的一大利器。最后，我想说的是，幽默是一种智慧，一种生活的态度，它能让工作变得更加有趣，也能让人际关系更加融洽。所以，不妨在职场上多一些笑容，多一些幽默，它可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记得幽默要适度，不要过了头 否则，你可能会从职场的喜剧演员变成悲剧英雄。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薪资翻倍计，巧用数据说话。好的，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既严肃又带点幽默的话题——薪资翻倍计。首先，我们得承认，薪资翻倍听起来就像是现代职场版的阿拉丁神灯，摩擦摩擦，数据神灯让我的薪资飞一会儿。现在，假设你是一位职场新人，或者是一位在岗位上辛勤耕耘多年的老兵。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巧用数据说话的妙法，这不是什么秘密武器，而是一种将你的工作成果量化，从而更有力的展示你的价值的策略。首先，我们得明白，老板们并不总是有时间或者耐心去深入了解每个员工的工作细节，他们喜欢看到的是结果，最好是那种能够直接影响公司利润的结果。这就是数据登场的时刻。数据就像是一种通用语言，不分国界，不分行业。 他能够跨越复杂的工作内容，直接展示成果。想象一下，如果你对老板说，我觉得我做的不错，应该涨薪，这种主观的陈述很难打动人心。但如果你换一种方式，根据数据显示，自从我负责这个项目以来，我们的客户满意度提高了百分之三十，销售额增长了百分之五十。这样的话，你的老板可能会立刻从椅子上跳起来，拿出支票本，问你翻一倍还是翻两倍。当然，现实可能没有这么戏剧化。 但这就是数据的力量，它能够将你的工作转化为有说服力的证据，帮助你在薪资谈判中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不过，这里有个小插曲，数据虽好，但也不能盲目迷信。你得确保你的数据是准确的，是有意义的，而不是随便找一些数字来凑热闹。否则，你可能会陷入用数据说谎的尴尬境地。比如，如果你告诉老板，自从我加入公司，咖啡消耗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 这表明我极大的提高了办公室的活力，这种逻辑就有点牵强了。老板可能会回你一句：“那么你的薪水也应该和咖啡一样，由我来掌控。”总之，巧用数据说话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科学。在这个数据驱动的时代，掌握这门艺术，你就能在薪资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但记住，数据只是工具，最终说服老板的还是你的努力和成果。所以，继续努力工作，智慧的使用数据，也许有一天。 你真的能实现薪资翻倍的美梦，只是别忘了，当你的薪资真的翻倍时，别光顾着高兴，记得检查一下通货膨胀率，以免高兴的太早了。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交魔术师，轻松玩转人际关系。各位同学、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在人际关系中如同魔术师一般游刃有余的高手们——社交魔术师。这些人，他们的存在仿佛是为了证明人类交往不完全是一门科学。 有时候更像是一种艺术，甚至是一场精彩绝伦的魔术表演。首先，社交魔术师们擅长的第一个绝活就是阅人无数，他们能迅速的读懂你的非言语暗示，比如你的微笑可能比蒙娜丽莎的还要神秘，但他们就是能猜出你心里的小九九。他们就像是心理学家和侦探的混合体，总能在你还没开口前就知道你想说什么。接下来是气场控制术，社交魔术师们走到哪里，就像是带着一股无形的魔力。 能让周围的气氛变得轻松愉快，他们的笑容可能比阳光还要灿烂，让人不自觉的就放松了警惕，甚至愿意跟他们分享秘密。然后是话题转换术，在聊天时，如果遇到尴尬的沉默或是不愉快的话题，社交魔术师们能巧妙的将话题引向另一个方向，就像魔术师在你眼皮底下变出一只兔子一样，让人惊讶又感到愉悦。当然，我们不能忘记情绪调节术，无论是在高兴还是低落的时刻。 社交魔术师们总能找到合适的方式来应对，他们能在你悲伤时递上一张纸巾，或是在你兴奋时与你一起欢呼。他们就像是情绪的 DJ，总能调动现场的气氛。最后是人际网络编织术，社交魔术师们不仅自己人缘好，而且还能帮你扩展你的社交圈。他们就像是一个活生生的 LinkedIn，不过比冰冷的屏幕更有温度，能够将不同的人连接起来，创造出无限的可能性。当然。 成为一名社交魔术师并非易事，他需要观察力、同理心、机智和不断的练习。但是，如果你愿意学习这些技巧，你也可以成为人际关系中的魔术师，让你的社交生活变得更加精彩。记住，社交魔术并不是用来欺骗或操纵他人，而是一种让人际交往更加和谐愉快的艺术。所以，下次当你看到那些社交高手在人群中游刃有余时，不妨靠近一些，也许你能学到一两招。 让你的社交生活变得更加魔幻。各位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了三个有关职场的搞笑秀。我们首先讨论了幽默在职场上的作用，提到了幽默是一种艺术，需要根据场合、时间、对象和文化背景来精心调配。幽默可以化解尴尬，缓和气氛，但过度使用或不恰当的幽默可能会适得其反。然后 我们谈到了巧用数据说话，指出了数据的力量和价值，但也提醒大家不要滥用数据，避免陷入用数据说谎的尴尬境地。最后，我们一起探讨了社交魔术师的技巧和魅力，提到了他们擅长的阅人无数、气场控制术、话题转换术、情绪调节术和人际网络编织术。总的来说，这三个话题都是职场中非常有趣而又实用的技巧和观点。 幽默可以让职场更加轻松愉快，巧用数据可以增加自己在薪资谈判中的说服力，而社交魔术师的技巧则可以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和社交能力。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但只要我们愿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职场中的幽默大师、数据分析师或社交魔术师。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你们对于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在职场中是否有类似的经历或故事？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一起来探讨和分享更多有趣的职场秘籍和心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